抓拉你的小巴去西贡体验一下小巴。希望有好吃的螃蟹可以吃，等一下去找找看，好不好？自己抓。去找找看，你要跳下去抓也可以，好不好？现在去找找看。GoPro 关机，他听不懂泰话吗？他是听不懂泰国腔的话。我没错。餐厅那边叫海鲜来吃，那你想要吃什么？我要吃很大只的帝王蟹。那个好，想吃就有得吃。那个爸爸吃不起要。没有，你爸爸吃得起。好，我们是破火。哦，又想到你们的咸鱼。是真的呢，你不是说不好吃？我也是想吃。看到了，然后去看看。你要哪一家？不知道啊，可是先看了。哇，这很大哎，比台湾大，我就说了嘛。上次我们吃的还大。赖尿虾吗？赖尿虾，什么叫赖尿虾？这个就是啊。一公斤多少钱？288一斤。一斤600公克，608。那一只大概几斤？一只大概2000多，7斤左右。7斤呢？4.2公斤呢？我们吃的那个多少？走了，我家的准备在外面。而且有减少。那最便宜，我们当时在台湾吃那一只4000多。6000。没有，一斤就是一公斤算起来4000多。那你刚刚那个是一公斤，这整只7斤，8000，一只8000多块，便宜了，那是不是多了？一斤多少钱？288一斤。那最大的一只多少斤？最大7斤，7斤半到8斤，拿出来看。比我们吃的大吗？差不多。那一只呢？那一只它560一斤。那一只多？最小4斤半左右。好腻没？要不要这一只？找最大的。刚才那个吧。我们先照相。可以，随便。
那离身体远一点，离身体远一点。他说这个一直大力直升，我们不按。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你去转米叔叔旁边，转米叔叔。一样的，是大小的。来，你坐一边。我老卡，我老卡。别别来。汉汉，快点。来来汉汉来。怕什么嘛？快点，抓好。来，早就来了，不会咬你的。来。喂，阿里莎莎，阿里莎莎。哎呦！然后这个拿来做什么吃？这个你是敢生吃吗？不敢生吃。没事，洗可以尝试。他三桌帮你切好，你喜欢生吃的生吃，不生吃再放下去煮。哦、放个锅你继烫一下，也好吃。小布小布，生吃生吃好吃。没错，那个你吃寿司上面不是都是生的吗？这边喊的棒棒，金寿司。老板，那个是老板我算你六斤十五两就好了。六斤十五两，才这么小，七斤多了，我告诉你，六斤十五，有没有比那个大？没有了，差不多大了，就是最大的一个了。什么鱼好吃？你要普通好吃还是要贵的好吃？普通就好了，你的贵我就怕了。哪里都是这样啊。我普通好吃瓜子湾的，红色那种北北那个瓜子湾，那个是560一斤。那清蒸一定是清蒸，一定是白鱼清蒸，一定是好吃。好，拜拜。4000多块，靠！哇，这次多少钱啊？不好吃啊！没有养啊！我找了一，我到那个跟我讲，小弟麻利。你小心啊！哇，拿来新蒸好了，这个好吃。他台路，你们安台路没？他昨天，好的，那就这一只，去哪去？这个包锅煮的钱了吗？包锅煮的钱了吗？没算。那我们可以拿去这一边。那你隔壁会收加工包，等一下我算给你看。这个一斤14两，差2两就2斤，1斤14两。加工费不贵了。不含煮的钱。也好的，要吃小螺，我最喜欢吃。你喜欢就好。白螺。够吗？没，你要来呢。辣，这里喜欢辣也可以辣。这个要小孩子他吃的肉，你看，吃过。好，喜欢辣吗？好的，很痛的吗？这鱼有一点不够啊。鱼不够，你的肚子要拆掉。够了，也还有其他好吃的。要不要母的？要不要带高的？你会送什么东西？送什么东西啊？送虾子。虾子，海鲜那边没有啦，送那个做个汤啦，可以。送那个。
个一多嘛。好，那个也要。这节快过了。那个做法，就生吃。就你说的，对，生吃或者不感觉拿来烫一下，就喝过了，就不吃了。这个会咬人吗？会。会咬。它里面有一个。我没做过呢，想做。会不会抓？会多咬人。会喷的。会喷的。喷沫。它里面有个吸管一样。啊。它有喷沫。对，它会生气，你把手放进去，你不要。它粘住，拔出来，皮都拔出来，粘在一起的。哇，干。